头里痛，脖子也酸啊，我头上顶了一个，感觉顶了一个废铁啊，我头上这样顶了个废铁啊，顶了个废铁，顶了个废铁啊，顶了个废铁啊，我头上顶了个废铁啊，因为那个废铁总要从窗户说话啊，总要从窗户说话，总要从窗户说话啊，总要从窗户说话，总要从窗户说话啊，总是要从窗户说话啊。他们是当然是为了谈合作啊，谈合作啊。现在我要同飞机沟通一下子啊，前面没有，只是讲了一下子，还把道理没讲啊，讲一下子啊，来个川普总统啊，基本上不会直接接待人的啊。基本上不会直接接待人的，他那么多事情要做啊。你如果他在做别人做其他事情的时候，你直接同他，去联系的话，那就干扰他的工作了。因为我们这边干什么事情都预约的啊，预约的啊，不是说你想插进去就插进去了啊，都要预约的，都要预约的啊，都要预约的，就是说约好了。到了那个时间才同你谈啊，这是一种，另外一种呢，你不直接就找他，而是找一个其他一个秘书或者其他一个通道啊，你把消息通过别人转告给他啊，别人转告给他啊，你如果直接找他的关键问题啊，你想找他，川普总统看不见，也看不见啊，也看不见，你这样找的话，就会给他造成威胁，就会造成威胁啊！这个威胁，这个威胁是叫挺大的啊！这个威胁挺大的，你那个你再压他的飞机，一会这边压，一会那边压，一会这边压，一会那边压，搞得那个飞行员以为那发动机故障了啊！这很危险的事，他明白了一点，你好像那个稍微离开了一点点啊，离开了一点点，离开了一点点啊，离半上离开了一点点，半上离开了一点点啊，然后，然后我知道你们也有那个，有话要讲啊。这个是我看到那个坦克，好多坦克啊，好多坦克，在那个，俄罗斯和乌克兰边境那边啊，看到好多坦克，看到好多坦克以后呢，那些外星飞碟就来找川普了，找川普，他说你出面。你出面来调停这个事情的，你出面来调停这个事情的话，就有效，其他人都没效啊，都没效。哎呀，我再告诉你啊，现在，现在美国的那个政权被拜登之流啊，还有几个啊，还有几个，我眼睛里闪给你看啊，对，被几个盗窃了啊，盗窃了，所以呢，现在川普总统使不上劲了，使不上劲了啊！除非你把他们带走啊！除非你把他们带走啊！除非你把他带走，有个办法，你就把那些几个就直接就提起来丢到那个乌克兰去就算了。他们因为对乌克兰特别有兴趣，你就丢那边去就算了啊！把他们丢那边去算了啊！或者呢，有那个俄罗斯坦克班在前行的时候呢，你就丢到那个坦克前面就行了啊！这样的话。你把那个窃取那个权力那几个，把那帮子把他带走一个，把那帮子带走一个，那个川普总统就可以，名正言顺的来调停，这件事情了，对呀、啊，我这个时候又看到那个，坦克了啊，又看到那个坦克了啊，那个飞机也着急啊，也着急啊，因为那边有那边核物质那么多啊，核物质那么多。核物质那么多，一不小心就触发了以后，就发生大规模的爆炸。哎，对呀、啊，没错，没错，我一直在讲这个事啊。关键问题，你们要知道那个川普总统那个大选，他的大位啊，他的那个川普总统那个总统位啊，被窃取了啊，被窃取了啊。所以想办法拜托你们呢，把那些盗贼啊，把他解决掉啊。你盗贼解决掉以后，接下来的事情就好办了啊。把盗贼解决了以后，这样的事情好办了。哎，盗贼解决以后，这样的事情就好办了啊。
原来那费姐进了几天，确实有话说啊。哎，确实有重要事情说。哎，明白了吧？这陈曦知道了吧？啊，方方面面陈曦知道了吧？所以你现在即使找到川木中的，他也使不上劲啊，因为他的大权被人家偷了，啊，大权被偷了，所以呢，你想办法把那个盗窃他的那帮子人呢，啊，盗窃他的那帮子人，你把他给解决掉啊，把盗窃他的那帮子人，你把给解决掉，解决掉了以后才能，他呢才好进行，去让俄罗斯的坦克回去啊，哎，实际上俄罗斯也没有一直把你推进停在那个地方，只是表出一个姿态的啊，要表出个姿态的，他现在人家要同他缠斗啊，缠的纠缠的要斗争了，叫缠斗，因为在纠缠的一块啊，注意啊，他也不敢示弱，也不想示弱，但也没有说要进，往前进啊，所以那个坦克停在那边，但是呢，如果那个纠纷呢，不断升高，互不相让的话，不排除这块引发了那个，核爆炸啊，所以啊，说这个当务之急啊，应该把那个七七，那总统们那几个干掉啊，非得已经知道了啊，已经知道了，他们在现在开始策划到底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，好，知道了啊，好，好，再见啊，好，再见啊，再见。